交通部观光局推出扩大秋冬旅游奖助方案，而秋冬旅游首选就伫嘉义市。七号，嘉义市长黄炳辉专程北上，甲嘉义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牵手，伫台北美丽信花恒饭店来举办生活漫游音乐会记者会。由市长黄炳辉宣布，十一月九号到十二月二十二号，总计十场的音乐响宴将伫嘉义陆续展开，邀请大家来嘉义市欣赏音乐。嘉义市拼观光经济，为九月份到现在已经向中央申请第三批大棒补助，补助金额达到6000万，是全国二十二县市的前段班。嘉义市长黄炳辉七号特别前往台北，甲嘉义市旅馆商业工会联手举办记者会，由市长黄炳辉亲自宣布，为十月九号到十二月二十二号，总计十场的生活漫游音乐会，以及嘉义市国际观光节，将伫嘉义市陆续展开，欢迎大家。来家享受上经典的音乐、美食和文化享宴。嘉义市是一个人文底蕴非常丰厚的地方，我们等待大家能够借这个机会办了很多活动能够来，尤其是有观光局的秋冬旅游补助的时候，我们这时候增加，我们又办了平日我们所办的非常精彩的国际管乐节，还有棒球的运动，我们借由运动的经济还有人文，我想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吸引大家一起来，所以这是一个金醋味啊，很有品味，甚至很有品味、很有人情味的好城市，所以我们要跟观光局、大家、跟民间所有的团体一起合作，我们要吸引大家能够来看到美丽的嘉义市。这一届秋冬游方案受到民众喜爱，观光局希望透过旅游补助，刺激国内旅游风气，发挥上大的效益，也借由中央甲地方县市政府的共同合作，为优质观光产业发展打拼。再加上嘉义市为十一月份开始，一直到年底，一连串的精彩活动，相信会使再创佳绩。生活漫游音乐会详情将公布伫嘉义市观光旅游网、爱游嘉义平台、嘉义市旅馆公会、嘉义市各饭店，也欢迎民众踊跃查询，小酒来家听音乐、食美食、看美景。新闻台闽嘉义市采访报道。